我演完了，剧本上就写葛优哭了。其实我演完之后，我就挺担心，到葛优演的时候他不哭，他不哭啊，也能演出那种情深似海的哈，我猜。但是我觉得，我挺想看他哭的，所以我一直特别关注，问导演，我说葛优哭了哭了没有？然后导演说，嗯，哭的鼻涕都出来了。我说可以可以。